我就帮你耍啊！肚子痛啊！他们两个真的太卡在顶了，嘛是会痛啊！叫菲菲今麦总讲过来，真可能就是医生性瘫痪，这是上有可能的报道，你若不信，我能试试看会看。我有这当了太监，是嘲讽害的。是，真正嘲讽害。 你这才更笑呆，我真正恐袂做主。你少讲，那会错就你这款某啊！可是我这条婚姻，互你这么艰苦，小强，我让你讲好。那是老弟公寓，我差你继续照顾你是第一志愿，那你都要去查你领导，马上是第二志愿，你要花爸借机会啊！你两个人分了，就继续准备落去。啊，那菲菲的代志吼，交给我来解决。 感谢提供费啊！你家总算是好起来啊！我是想着，我划算了，搁要逐天面对阮某，我就想要回去。你啉酒醉啊？去死你啊！我知啦，伊唔肯甲咱斗相共，你是足冤的啦。要唔过你袂当做甲因所有人，甲咱冤你一个。妈妈嘛希望你会当幸福，会当快乐。你只要好好搞就是嘞，我就帮你算啊！肚子痛。 他的定嘞，嘛是会痛啊！叫菲菲今麦总讲过来，真可能就是医生性瘫痪，这是上有可能的报道，你若不信，我能试试看会看。我有这当了太监，是嘲讽害的。是，真正嘲讽害的，你这才更笑呆，我真正讲袂做主，我少讲，哪会错就你这款某啊？可是我这条婚姻，互你这么艰苦。 小强，我让你更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